7月17号晚，杨幂与粉丝10周年见面会在京举办。当晚，杨幂工作室就晒出活动现场照片，照片中杨幂身穿白色 T 恤搭配牛仔裤，看上去活力十足，还配文称寻寻觅觅不离不弃，这十年我们笑着闹着呼黑着手牵手走到了今天，感谢每只小蜜蜂一路相伴，我们还有好多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期待与你们相爱相杀一辈子。随后杨幂也在微博晒出与粉丝的大合影，并写道，十年感谢有你们，十年还约吗？粉丝也纷纷留言，大声回答你，下个十年我们还约，一起约定所有剩下的十年，